篮球女高中生不等休假团聚，爱他是要给他自由，而不是限制住他。陆军333旅一名蔡姓士兵，今年四月入伍前在湖上认识17岁女高中生，双方常约见面。后来他邀女高中生到高雄租住玩线上游戏，还发生关系。不管女生走到哪里，他都对刁刁，过度的关心让女生压力很大。入伍前夕，他竟软禁女学生，要求等她回来，还买了一堆日常用品跟食物，但却把女生手机藏起来。直到隔天，女学生找到手机，打电话给母亲报警才获救。4天的软禁让这名士兵吃上官司，虽然他供称发生性行为是双方你情我愿，否认女方的所有指控，讯后他仍被依合诱罪及妨害自由送办。懂新闻，屏东报道。